美女，你不要跟他玩，这个女的是骗子，前几天还骗我好几百，无论你走红旗走黑旗，这个棋你都赢不了。那你棋艺不行吧？真的，你真别跟他玩，赶紧直接回家吧。你先靠边站，别跟我废话，我要赢一圈，别回。这是你下课不也行？行，好，你玩不耽误你，你还不耽误。